Hello，耶嘿，大家好，大家是不是看到今天这个标题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呢？没错，你有没有看错 ？Quiz Club 重新开播啦，耶！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其实不大能出去人多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最近呢打算把这个改版成一个另外一个项目 Quiz Club。大家都知道 Quiz Club， 首先 Cloud 是云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个人呢又特别喜欢的蓝天白云，特别的喜欢那种飞翔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呢我找到我的新的爱好。你们猜猜这件衣服下面盖这个箱子是什么东西呢？猜一下，看有没有人猜出来。给你们5秒钟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我就说肯定有人猜得出来，它就是变魔术，这样，没错，无人机。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，就是这款无人机啊，它这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首先呢是它有个 VR 的眼镜，然后呢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呢，然后你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无人机里面这个摄像头拍下来的画面，而且就是延迟也是非常低的那种，然后呢。就感觉你戴上了 VR 眼镜，然后自己操纵的时候，感觉像自己真的在飞一样的感觉，就这一点一下就打动我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是真的是二话不说，买了这个宝贝。然后今天呢，先做一个 unboxing 开箱，看看这个无人机里面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打开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欢迎，首先今天的重点就是它。无人机啊，这还没有装翅膀的。然后就是这个啊，传说中的 VR 眼镜。戴上这个眼镜呢，就一会儿看到就是在飞，我在飞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拆掉遥控器，遥控器一会儿要安装。还有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呢，哎。就是装到眼镜上面的这个信号发射装置，装上去特别帅，像这种外星球的那种装置一样的，一个非常帅的一个感觉，像什么昆虫一样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戴上之后呢，就有一种昆虫，然后我信号咻咻这样发射出去，对，然后这样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这个摄像头拍下来的实时的信号。然后呢，没什么东西了。OK， 今天其实我想尝试的是什么？尝试一下戴这个 VR 眼镜，然后。连接这个软件啊，看一下我就是上手一样是什么感觉。插在眼睛上面，哦，据说是这个的线，先把这个插上去，是这个眼镜的这个线，插了好多的按键，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哦，这里有个插口，哦，听到这声音了吗？开机了的声音，这个散热应该是散热打开的声音，感觉有风扇。然后我现在试着啊。我看一下试着能不能 OK， 现在我就打开了我这个软件了。现在我要连接是吗？我要怎么连接？它是无线的？哦，不是，要插这个。应该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？哦，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已经准备完了。OK， 马上这边就准备出发了。哎，为什么断开？是连接不好？哦，连接上了好像。然后插线出来啊，看一下母鸡软的鸡，下一步啊，这应该是连接上。 OK， 模拟训练教学进入。 OK， 然后我就戴上这个眼镜开始我的第一次飞行，第一次的模拟飞行。我的头发，哇，这边看的就跟我在 iPad 里面看的是一模一样的画面。出发，基础操作教学，让我们开始学习各个按键的功能吧。好的，云台波轮、刹车、启停键、巡航键、按键介绍、摇杆、油门、控制螺旋桨转速、
哇，等一下，我家戴了一会儿有点晕了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他刚刚已经教了我基础的，那这里头有个自由飞行足球场工厂，哎，这么简单，工厂就可以了。进入无赛道，出发。嗯，就这样吗？那它这样一直往上飞啊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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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，哇！怎么办？哇，哇！呜呜呜！哎哎，不是他不能往前啊？哎，他们不是说这样往前吗？哇哇哇！哈哈！试试看吧，我觉得现在今天因为是周末，所以公司里头都没人，好紧张。你把它开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动力在原地。这条怎么样？双击起脚。哦，刚才讲的是拨这个按钮是让它起飞和下降，我试一下吧。呜呜呜！啊，它也可以悬停了。哎，看到它的 timing， 它的 timing。哦。行了，先让下，先让下来好。还是有点放心。今天 ，OK， 要不今天就先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就学习了怎么用这个遥控器让它起飞降落，因为现在还是无人机的新手嘛，我觉得要给自己定个目标，把这个练好之后。用这个无人机自己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，人少的地方，或者是去什么海边啊，可以就是没有限制可以飞行的地方，拍一点好看的风景的一些视频给大家看，然后到时候自己剪辑配个音乐，哇塞，带大家看一看我看到的世界，这是我最终的目标。然后因为是飞行嘛，希望这个可以让我体验到更多飞行的感觉。对，我这么喜欢飞行吗？对不对？ Take off， OK， 好了，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下期的视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